大家好，我是何宇文。很多女生呢，在经期来的时候呢，都会非常痛苦。那今天呢，宇文教大家这个生理期舒缓的瑜伽呢，可以放松你的骨盆腔，还有伸展一下你腹部的肌肉，可以让你呢，在经期来时也可以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自在。现在跟着我一起来练习吧。首先趴在你的瑜伽垫上面或床上，可以把你的双脚稍微分开一些些，膝盖打弯，小腿左右晃动，带动你的大腿跟骨盆腔，你会感觉你的骨盆腔肌肉慢慢的放松，这时候呢，对舒缓你经期的疼痛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做一两分钟以后，可以慢慢的停下来，好，把腿打直，放回地板。接着呢，试着让你的手肘着地，手肘压地板，让你的身体慢慢的带起来，向前方打开来。上手臂垂直地面，肩膀放松，在这个动作里面，可以伸展从你胃部到下腹部的肌肉。停留几个呼吸之后，慢慢的把手臂打直，吸口气，吐气，再轻轻的趴回地板上即可。女生在生理期的时候，其实不适合做太剧烈的运动，像刚刚示范的动作都非常的和缓。那你主要就是放松一些你腹部，还有你的骨盆腔的肌肉，让它整个是比较放松的。那你的生理期的时候，子宫啊肌肉就不会那么紧缩，那么紧绷了。希望大家呢，在经期来的时候呢，都能够很平和的去度过这个经期，然后不要再不开心了。